国民党在台北市目前有四个席次的立委，2024大选过后，国民党到底能提下几个席次呢？台北市长张曼安今日接受专访时阵讲，目前台北市八个席次内底有五席是稳定的，一席较复杂，另外两席是较困难的。也不过张曼安嘛讲，伊要用稳调这个字，以选举上惊的讲。在台北市，我们监控选区就是大同士林。还有士林北投，士林北投是张思刚、吴思瑶，而且现在又有这个侯汉廷要选。那士林大同就是这个民进党王世坚，国民党是游淑慧，这两个你觉得是艰困选区就对了，相对比较艰困，特别是淑慧那个选区，这区也是比较复杂哦，这区是相对比较复杂，所以当然我觉得需要整合啊。我们在地的几位议员其实都是非常优秀，我会。再跟黄旅主委来谈看看，或者甚至党中央。当然，现在既然已经确定要提名的人选，那我想我们当然就是全力来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。其他这几个区，包括中山、北松山，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当然都还是稳定，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选举当然这一次又是总统大选，其实整体选举。的氛围是很重要。好，整洁起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